It's been 20 times, been up and over, makes me so forgettable. I'm struggling to comprehend what's taking up my peace. Hello, 大家，我们今天要去阳明山，然后我们今天，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这个快乐鸟餐厅。앞으로도잘할게잘할게라고약속해약속해약속해 baby oh 나는어제내가잘못한걸눈을뜨고드디어깨달았네 baby when 넌너만보면감이자꾸菜色可以单点，也可以组成套餐。那套餐规则的话是在左上角这边。之后，今天浓汤是南瓜浓汤，面包是酸种面包，饮品跟甜点超过价。你们两个不要穿一模一样啊！你们正大光明的放闪啊！快乐鸟餐厅人，大家觉得如何？来，一号，那个金沙南瓜的部分。金沙南瓜，一开始吃觉得还不错啊，吃到后来就觉得口味有点……大家可以一起入镜吗？哦，好，继续。就是刚开始吃的时候还不错啦，然后吃到后来吃到后面会越来越腻，就会有点吃不下。对，来来，这位，那我跟他一样。哎、这个就是太健康了，对，太菜菜太可爱了。那牛蒡就是蛮有特色，然后酱也不错，酱也还不错吃，可是吃到后面会吃太多就会偏腻。总体来说大概十颗星，大概给大概六颗吧，就这样。好，我想差不多。好，下一站前进。我现在第二站要来这个雅尼克梦想村。 I know that you are having a hard time right now. 我们现在要打小时五到擎天岗。我们现在到了阳明山的擎天岗，我们现在要走上去。Driving through days and nights. 第一次来擎天岗的人，你看在拍牛，看我们这些台北人是牛哎，明明拍不就不是？看到远方有水牛。Driving through days and nights, won't stop for traffic lights. And I, 我们刚刚拍的拍立得很好看，我觉得还是先吃好了，他再跟我活下去就拜拜了。现在已经下来了，然后等一下搭公车，应该会回去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已经是隔天的晚上了，然后我们今天想说就是要来逛士林夜市，然后我现在在等另外两位。我们第一摊要来买这个家乡特调鸡排，然后这个一摊现在90块。家乡炭烤鸡排，然后它现在卖90块，就是越来越贵。然后现在开始里面超大的，只是有点拍不出来它很大了。很大，它的厚度可以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然后现在要来吃第一口了，它里面很厚，
然后那个芝士超好吃的，你觉得呢？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很久没吃了。我为了这个今天这块鸡排忍了昨天没吃。OK， 我们酱很好吃啊。哦，它的酱，它肉很厚哎，它肉真的很厚，真的蛮厚的，就跟真材实料哦，然后不会感觉柴柴的，嗯，就它的肉是蛮 juicy 的，好吃好吃。我们现在来到 B1 的美食区。我选莎莎。真的？为什么？他不可爱吗？他是没什么。这只莎莎即将要跟我去上海玩。我们现在要玩那个100元算，然后他说可以开三个机台，我们三个人100块。对啊！一岁哦。OK， 我们终于玩完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付钱。我们那一个人大概是就是100块除以3。我们现在要来吃豆花，然后是这个，我点的是综合豆花三样料，有珍珠跟大红豆，还有藕泥，它叫做剑发号豆花。我觉得它很绵密，就是感觉很实在，料很实在。哦，你点了什么？珍珠，我点珍珠、红豆跟花生。哦，那你吃差不多。对。然后我点的是珍珠，还有藕泥跟大红豆。赞。我闻到了这最有名的老虎 ，Hello。来，我们现在来夹挖机，他们要帮我夹这一只，来这一只。那现在最好用，深蓝色的那一只哦。哎，那如果夹那个勾勾嘞？勾勾勾不到。哦。我跟你讲，绝对勾不到。要看那个时间了，它有时间限制啊。哇！啊啊啊！哎，它会一直往回，它会一直。要集合。我们已经逛完了，来问一下，我们今天就是你觉得花了钱最值得的地方是？我今天觉得我花了最值得的地方是。弹珠。不是，我找到我想要的鞋子。哦。就是我没有花到钱。我不知道。你不是那个豆花吗？豆花蛮好吃的。但是要过吗？我们先过吧。好，继续，我们过完红绿灯了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那个最好吃。哦，豆花的部分。我觉得那个家乡炭烤鸡排很赞。赞赞的鸡排，100分。弹珠台还不错啊。这是我们三个人玩吧。你怎么没有展现你的沙沙？哦，这是我们今天的战利品。我帮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沙毁。沙毁。是沙毁。沙毁。OK， 他就叫沙毁了。好，大家拜拜。